天黑了，你在哪里等我？在孤单的琴房或大雪的操场，在夜深在黑暗中做梦，你抓一枚萤火。谢谢各位，让我像座太阳，一个平凡的少年有梦可以做。在人海光着脚追风，在角落温柔舔着伤口，你决定了前来遇见我。那个你呀，要做会发光的大人啊，别怕别怕别怕，勇敢的长大。你好，大家好，我是 TNT 时代少年的丁程鑫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丁程鑫。丁程鑫，因为我有。大家好，我是时代少年团丁程鑫。偶像的意义，对于我来说，它现在就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。意义就是让大家天天开心。在手上会看到自己小时候的时候，就觉得哇，当时的自己还蛮可爱的，像一段从未拥有过的虚拟，就是那种感觉很模糊又很真实，哪怕路途再艰难，还是要一往无前的走下去。最后谢谢你一直陪我奔跑，在无悔的最后。还有两天的路口，即日起解散重组。其实重点不是现在，而是今天比昨天又努力了一点，哪怕就一丁点，然后坚持下去。当你回头的时候，才会发现原来自己走了一段，你已经自己觉得走过去了。可能再这样持续下去，跳不了舞了就。这个前来遇见我，哦，那个你呀，我会带着这个 S 一直努力下去。自己一个人在这边真的很孤单。你喜欢我吗？努力未曾让你失望吧，多远的风若痛。在我自己的认知里面，丁程鑫是一个比较要强的人。比如说，就是每一方面我就要成为很强的人。我记得我当初为什么想要把舞蹈练好，就是因为在我面前有很多跳得比我好的很多，就自己是最弱的一个，然后就觉得最弱的永远是在后面，那我如果能成为最强的就是在前面了，然后就想把舞蹈跳好，就站在最前面去。对，当时是上舞蹈课啊，站在第二排，就老想怎么不让我去站在第一排啊，不想，我要站第一排，就有这个想法。对，会把自己留下来多练。第四年的时候，在上舞蹈课的时候，老师把我叫到第一排，我是那时候是觉得真真正正的超强。那个你呀，要做会发光的星星啊，别怕别怕别怕，你的不一样。你认得我吗？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？多远若风若痛。